口咧徛伫遐，咱种个也是来哦。唔免啦，我订一片，啊树啊多两下，你拿大包出来咧，你滚落，你滚落，你食起咧。啊，为个都要开会，都无要困咧。哦，啊，这有诶说话，有诶困啊，有诶不眠啊，你啊。
那时六十年代六六米六三米以上是活动，咱中国在考虑运动运动嘛。啊，老温啊，你考虑运动是考虑运动啊，运运的呀。啊啊，老温运动我。先考虑运动先。两个年代啦，十年代中啦，十年代头啊，十年代头啊。伊用个，做迄落，伊用个是七几，七几只多人。较早哩，你是我那六十年代，到后来买个光碟都好久。我是七十年代尾，七八年，七八年尾，对，要不然不高，我谂那些不旺盛嘞，不旺盛嘞。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想要讲，因为我不知道我想要拿到转到。我想要拿到转到。我们要讲八公分的，哦，
三四百块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，你讲的顺丰面，你讲的好面没有？好面，好面。200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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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0
本老战争这些片我你咱是咧伊对头住对安用机卡，可能甲种个低也差了，咱种所在进动就所在，用原在是动个好小哩，还是你要动像种啊土脚去住个人，你卡是去卡你本地人，啊伊话出来出生你都有啊多，多了干那一位车所呢，你无去服务个，都刷刷刷脚死个。越好的嘛，这是八万块，够清白。水头较侪钱。啊，你水头你三千在意，水头啊，你清啊，你三千在意哦，你说你都会三千在意，还是啊，加落个盐水啊，一个鸡卵啊，一个咸菜，你安只都三五块，你就搞掂。我都搞掂咯。唔咩，有时你出去台说哦，你钱问你食方便嘛？有时去台食啊，算唔知影。不要吃个方便，你是方便的吗？你是吃的飞机啊？飞机。啊，有时凊彩吃的，有人凊彩吃，有人无啊。啊，你是这点点酒店，这是住这个，可能是讲较安心，感觉说较安全，较卫生。会较清气。你这吃了什么样？臭头味啊！差不多载恁出去无？有啊，反正从凤岭先。凤岭就载恁出去。对，不然咱是咱头先来的时候，听到没有？啊，咱就按照的起点去。有在听哦。一阵，咱老了，行一阵，比较容易，比较安全。比较安全就是到啊。大峡谷啊，刚好相反。现在里面大峡谷瀑布有满意吗？可能满意吗？现在没有了，现在都几点了？现在满意啊。他那个是个，他那个五点半就关掉了。五点半关掉，就是我是说以前，但当时我们进去可能就有吧。现在有水吗？有。水。白天有。那瀑布
每天那个早上九点半时就开了，开了晚上五点半就关掉了嘛。哦，就是我们比较晚来啊。我们在矿里面再一样，那明天再来。再聊嘛。明天再聊，几点见？我呢，大概这个大概7点半，7点左右。我大概落早的。你在门边呀？门是门即开的。啊，咱即个起啊，咱是着起啊咯。我应该大概7点左右，大概6点半。回来太早，太早了。没开门女人，还是万一手机放下来一点，你手机放下来，你把那个他们世界那个遮住，放下，不用拍了，可以。